下车了，下车了，下车了，你找到了什么？好，那得，喂，哎，这个车你拉一下手刹再停，是不是有脚刹之类的东西 ？OK 了，这你怎么下来？我是给你搬这个椅子，还搬这个箱子？来给你搬一下，搬，给你搬这儿，然后你从那边。我给你把这个拿着去录给你。哇，它还有这个小推车。房车好好呀、啊！我觉得这除了就是上面矮了一点，这个房间还是好很好的嘛，感觉去加州也很、这个地方好的。想去抓下去的那一个，抓下去还有。我们去雪茄。看看大。家门口。我感觉你家的。嗯嗯嗯感觉它在蠕动。啊，你别动啊！啊，这个。拿到上面一点，它比较火爆。要那个吗？还有一个。